我是梁吕珠，大家好，我是柯之恩，欢迎您继续收看《世界真奇妙》第二十集的播出。在上个星期介绍中东之后，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到一个新的地方——埃及。埃及可以说是一个文明古国，给一般人最深刻的印象，应该就是那些巨大和雄伟的神庙，还有金字塔了。对，我想每个到过埃及的人，一定都能够感受到一股神秘的力量。那埃及人是不是也跟金字塔一样莫测高深呢？哇，这个我可不敢说了。不过在表面上，埃及人都非常非常的有礼貌。他们最令人受不了的地方就是有时候礼貌的叫你觉得很啰嗦，而且又很好笑。怎么说呢？他们见面的时候通常都会花15分钟来互相赞美一番，然后他们还会问好对方的家人。他们会这样子啊，哎，柯之恩啊，你爸爸好不好啊？很好。你妈妈好不好啊？也很好啊。那你的哥哥好不好啊？也很好，也不错。你家里人都好吧？都很好。问完了吧？还没有，他们还要问一件事情。你邻居家的狗好不好啊？我的天啊，真的这么夸张啊？一点都没有骗你，两个人就这样在街上站了一个钟头了。这跟我在巴勒斯坦的经验完全不一样。在那里非常的简单，见面只要说一句 Shalom 就好了。这么简单啊？对，事实上 Shalom 就代表了你好、再见还有和平的三层意义在。这样子实在是很方便。其实朋友见面了，话不在乎于多，而是那一份诚意最重要。对，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来介绍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四组特别来宾。首先为您介绍是名导演，最近刚完成《越女》这部电影的旦汉章先生。今天跟他一起来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在《越女》这里面担任服装设计的吕思智先生。我们欢迎您。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的是很受大家欢迎的阿西陈伯正先生。今天他可带着他的娇妻来跟大家见面，詹玉琴女士。先表现一下。第三组外为各位特别介绍的就是我们台视非常漂亮的女演员杨凯琪小姐。刘德淑小姐。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的是最美丽的搭档大小百合。首先要为您介绍的是小百合周月琪，还有大百合李静。你们看啊，他们平常都不戴眼镜的，今天为什么戴眼镜了？要把我们节目看清楚啊，把我们的高额机票拿回去嘛。是不是这样的？对，是的。看来每个人都很有信心哦。所以说在没有正式进入我们影片之前，我们要请四组来宾特别注意看我们的简介，这可能是你们制胜的关键哦。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要去些什么地方。在距离现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古埃及人就已经揭开了人类文明的序幕。可是他们如何建出永垂不朽的金字塔，如何发明永远保持湿身的木乃伊，这些都成了今天我们对古埃及难以解释的谜。耶路撒冷所谓的旧城，大致是400年前土耳其人在原来废墟上重建的城墙。犹太教徒在这个最神圣的墙前做完祈祷之后，一天的生活仿佛才有了秩序。一个大城市发展的优良条件，耶路撒冷一概没有，它唯一的优点是崇高圣洁。看海的日子原本应
应该是很诗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在法国北方阴冷潮湿的大西洋海岸，险恶的海域试炼着人类的勇气，造就出美丽的城市圣马罗，还有那拥有无数传说的海中仙岛圣米切尔修道院。这是一座格调古风的城市，王宫废墟烘托整个老城，融合成和谐的景色。桥上看水鸟啄食，感觉跟自然切合相亲。一对对情侣，旁若无人。上百年的酒馆，你会发现享有大名的校友刻字。欢迎您继续收看《世界真奇妙》第一单元的播出。在现场的每一组特别来宾桌上都有八个金苹果，刚才看了简介，你们可以根据自己对哪一个单元特别有信心，不妨多放几个金苹果。在这边要提醒各位，你们还有一个小王牌，就是你们的国王。如果说在我们问题出现后，你发觉你对这个问题有十足的信心，就可以把你们的王牌请出来，答对的话苹果的数目可以加倍计算哦。现在就赶快把你们的苹果拿出来吧。对，这个问题应该是不难哦，大家有信心一点。现在就让我们来进行第一个单元，古埃及之谜。埃及的金字塔非常非常的神秘，你自己去过那个地方，是不是还觉得很不可思议啊？不要说我觉得不可思议，很多学者在实地勘察之后，他们的结论是金字塔一定是外星人建造的，他们用电脑来设计，然后用雷射来切割石块，用反地吸引力把石块送到高处。不过不管怎么说，金字塔的建造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谜。或许在看完待会儿的影片之后，聪明的您会有解答呢，也说不定你会更混淆哦。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古埃及之谜。日出金字塔，千年古埃及，站在文明发源的土地上，任何人都会感叹，人生的岁月在时光的洪流中真是微不足道。埃及这个具有6000年历史的国家，它灿烂的古文明带给了人类无数的启示，也留下了无数难解的谜。开罗附近的基沙，各位观众，在所有的金字塔中最令人好奇的大概就是基沙这个地方了。这里的金字塔最有名的是法老王库夫的陵墓，它建于4500年前，是古今最大的石造建筑。库夫金字塔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虽然建于4500年前，但是在埃及所发现的80余座金字塔中，历史最久的可以远达西元前2650年。至于这些金字塔在当时究竟如何建造，其目的何在，到今天仍然是个谜。长期的风沙侵蚀和人为的破坏都不足以撼动伟大的金字塔，高有137公尺，相当于40层摩天大楼的库夫金字塔，有230万个石块砌成，最大的石块重达150吨，在当时每天征用20万人，费时30年才告完成。日本人曾经研究过，如果今天再重造一座相同的金字塔，总工程费要高达1800亿日币，施工期间25年，而且认为建设金字塔的技术在5000多年来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现代搬运的技术比较进步罢了。如果就劳工管理的观点来看，古埃及人恐怕比今人还要高明多多，毕竟每天20万人动工，在今天根本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各位观众，金字塔永远是一个谜，但是埃及政府为了保护古迹，我们不能进去拍摄，也算是一种遗憾了。事实上，这座金字塔里最令人好奇的木乃伊早已不知去向，下面只是空荡荡的石屋。要看木乃伊，让我带您去开罗南边726公里外的路克索。路克索有个帝王谷，有64位法老王葬在这里，其中保存的最完整的是图腾卡门陵墓。用一层透明防弹玻璃保护的图腾卡门，他的尸身木乃伊就在这个人形金棺之内。图腾卡门去世的时候只有19岁，但是头顶上所镶嵌的眼镜蛇和老鹰，以及手中所握的曲杖，都代表了这位年轻的法老王拥有统治全埃及的大权，令人不禁感慨，历史的嘲弄最是无情。当年以为永恒的富贵尊荣，如今却像尘沙一般淹没无踪。各位观众，埃及人在数千年前就发明了保存尸体的方法，所以只要一提到木乃伊，我们就会想到埃及。但是您知不知道埃及最小的木乃伊它的年纪有多大呢？请您猜猜看。埃及年纪最小的木乃伊到底有多大呢？哇，这实在是太难猜了，可不可以给点提示啊？反正年纪很小就是了嘛。很小有多小呢？现在告诉你还有什么好玩的。所以请四组来宾希望能够好好的商量一下。我相信四组来宾都已经准备好了，各组不要太紧张哦。刚才看你们互相瞄来瞄去，我们是以最接近正确答案的为优胜，所以我们现在就请四组来宾同时出示你们的答案牌。好，请翻开你们答案牌来。好，我们来看看蛋导演这一组吧。他们说是1岁，凭什么说是1岁呢？因为刚刚各位提示说很小很小，我想很小的话呢，不可能刚生出来，但是也不可能大到可以走路，所以在这个当中一个整数大概就是1岁。1岁就是生下来一年，已经12个月了。生下来一年，对，就外国算法，但我不晓得古埃及怎么算了。不过他是取最小的单位1岁，12个月的娃娃就是了。我们来看看阿西他们这一组，9岁。大一点了，大多了。对对对，为什么要写9岁呢？因为我想刚刚那个是19岁嘛，那中国习俗的话是逢九的话，通常讲法上有一个绝数在，对不对？9啊，譬如说郑成功啊，岳飞啊，都是39岁回去的嘛。哦，古埃及的伟大的人都是这种年纪，不能逢九。既然刚刚那个是19岁走的，那再小一点大概是9岁。哇，他真的是看得非常的仔细，听得很清楚哦。我们待会再来看看到底是不是。来看看刘德淑跟杨凯琪写的是1岁8个月，好准的数目。好准，说对了吗？我说1岁8个月，好像非常有根据的样子。对呀，啊，写得这么细。假如说照陈伯正来说法的话，我应该写9个月啊。不过是这样子，因为我好像有看过这个新闻，好像是1-2岁，可是我不太确定，所以我跟刘德淑商量，所以我们决定是1岁8个月，取个平均数，1岁8个月。好，我们来看看大小百合的答案。1岁半，少一点点，1岁半。说说你的理由吧。因为曾经有看过这个新闻报道啊，然后我想那时候也没有记清楚啦，只是说我跟小百合两个人就用猜猜看的，猜猜看，因为刚才主持人已经说过说很小很小，我们两个就想1岁半好了。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很多都看过报道，不过都好像不太认真看啊，就是他们数字都是用猜的。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谁说的才是最正确的。各位观众，现在就让我带您进去看看埃及最小的木乃伊。我们的答案就在这座石棺右上角的玻璃箱内，它是西元前12世纪瑞莫西斯3世的皇后所流产的胎儿，3000多年的时光竟然没有把它催实。旁边的石棺
是他9岁的哥哥，现在已经空无一物。据说皇后正是因为悲痛小王子的去世，才导致6个月的胎儿流产，成了埃及最小的木乃伊。他的骨骼至今仍然完整分明，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各位观众，埃及最小的木乃伊，它的年纪居然只有6个月大，真是不可思议。您猜对了吗？埃及最小的木乃伊，它的年纪只有6个月，而且照我们蛋导演的算法的话，它应该是负6个月大。所以说，这组当中，就是我们蛋导演的答案是最接近我们的正确答案。对，我们非常恭喜蛋导演。不过我觉得阿西也是说的不错，你看他旁边有个9岁的哥哥啊，但是我们猜的是最小最小，所以只能说抱歉了。竟然还没出生的，想不到吧？对，所以我们请我们的助理小姐把我们的这些该收的收回去，该放的放进去。下面还是有很多单元大家可以搬回列式的。对，我看刚才这今天来的特别来宾都好紧张哦。对，事实上我们题目都是不怎么难的。嗯哼。接下来的单元大家刚才都看过了，剩下的苹果有几个可要好好的算一算啦。我看是阿西这一组剩的苹果最少了。不过讲到的非常有学问哦。对，各位观众请不要走开，稍待一会儿请你继续收看世界真奇妙。回到世界真奇妙现场，接下来这个单元我们要为您介绍耶路撒冷最负盛名的哭墙。哎，柯真，有人说宗教就像是一条大河一样，越是接近它的源头，你越能够感受到那种精神上的滋润。所以说每年才会有这么多人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啊，尤其是在哭墙，到那个地方，每个人就从内心里面自然就会流露出一种非常平和肃穆的心情来。哦，我看今天我们现场也没有什么火爆的气氛，大家都是非常的和平，也很肃穆啊。现在就是你们很肃穆的把苹果放出来了，考虑一下要放多少个苹果。这可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啊！对，现在就跟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影片吧。前进的犹太教徒热烈地亲吻墙壁，他们遵照圣经上的训示，绝不违逆。整座圣城耶路撒冷，很难想象这个不到1平方公里的土地，竟然是全世界人所瞩目的焦点。现在就请您跟我们一起来这段圣城之旅。通常决定一个大城市发展的优良条件，耶路撒冷一概没有。它高居众山之顶，冬天寒冷，没有足够的水源，附近也没有供给食物的农田。它无可替代的优点就是崇高圣洁。
耶路撒冷所谓的旧城，大致是400年前土耳其人在原来废墟上重建的城墙，只有西面这一道断垣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各位观众，这里就是哭墙，它位于耶路撒冷旧城的西面。2000年前罗马人毁坏这座城市的时候，就只有这面墙存留下来。它可以说是所有犹太人心目中精神的象征，他们每天在这里默祷哭泣，犹太人多年的苦难当他们正在城墙前的一刻都化为乌有了，因为他们认为上帝已经带领他们进入了应许之地。犹太教徒在这个最神圣的地方祈祷之后，一天的生活仿佛才有了秩序。年轻人手里有一张写满祈愿的纸片，他说主要是保佑双亲的健康，他把它塞进西墙的石缝里，据说这样就像直接递给了神。西墙里边正值每年一度的成年礼，节日欢乐胜过礼仪的庄严。亲友们为家族里的少年欢呼撒糖，主要的仪式之一是少年第一次在家人面前展读犹太经卷。这一天同时在哭墙外的情形您注意到了没有？这是什么意思呢？各位观众，每个进入哭墙前的男士头上都会戴顶小帽子，而且你注意到了吗？他们每个人都用手轻抚耳顶。各位观众，你能猜出这是为什么吗？进入哭墙前的男士每个人头上都要戴顶小帽子，但是为什么他们都把手放在耳顶呢？就请四组来宾猜猜看吧。哎，那个帽子好可爱哦。对，耶路撒冷是一个圣城，一切都跟宗教有关系，但是我们的题目可不见得就是如此哦。哎呦，不要再听柯智恩讲下去了，还是根据你们自己的判断比较重要。看完这些影片，有没有人要把你们的王牌请出来啊？哦，杨凯奇跟刘德叔要把王牌请出来了，很有把握的样子。有没有人要跟进？陈伯正这组也把王牌请出来了。啊，在这个单元，大家都把国王请出来了。行了，我的提示是太清楚了一点，大家都这么有把握。就是啊，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答案吧。四组请出示你们的答案牌。啊，我们看看蛋导演写的是怕被风吹走，说你们的理由吧。他讲的，因为那个帽子哦很小很轻，那所以我想耶路撒冷风沙很大，很不容易把帽子戴好。对，所以用手压着这边，怕被风吹跑。因为耶路撒冷的风沙很大，怕被风吹跑了，所以要压着。对，风的确很大，不过是不是这个答案我可不知道。你不知道吗？不要欺骗我们了。陈伯正这组说风大怕被吹走。有志一同。有志一同，理由也相同。对对，好，你有什么好说的了？哦，刘德叔跟杨凯奇这一组写的是怕帽子滑落。我想这是最正确的答案。哦，为什么？对呀，因为他帽子他根本就没有边嘛，没有边呢，他那个他压着一定是怕滑下来啊，会掉下来，你看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掉下来，因为哎那边的。根本就不是他们的两组说的什么，没有风的话怎么会掉下来呢？就是嘛，哦，对不对？我们来看看最后大小百合的答案。因为风大怕被风吹走啊。对，因为刚才我们也问过主持人，就给我们一个提示，我问他说帽子是什么做的，结果主持人说帽子是用纸做的，因为纸做的很轻，而且我看那个主持人的头发一直被风吹着，所以那个纸很容易被风吹走，很轻嘛，所以要用手按着。观察入围哦。对，就让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吧。每个走进西墙前的人一个个先戴起他的小帽子。各位观众，现在就让我告诉您正确的答案。
这是一顶用纸板做的帽子，你还可以看出有订书机的痕迹。根据习俗，每个进入哭墙前的男士头上都要戴一顶帽子，而这些就是为那些没有戴帽子的人所准备的。像这样子，现在风大了，所以每个人就必须要把手放在额顶上面，以免帽子被吹跑。您猜对了吗？哈哈，我们答案是因为风太大了，所以每个人必须要用手把帽子压住，以免帽子被吹跑。对，哈哈，居然会是这个答案。所以我们四组来宾当中有三组的答案是正确的，非常恭喜他们。因为刘德叔他们说只是因为帽子没有边，所以说怕会被滑落。他有说怕被风吹掉，所以谁说你们是没有没有其实都一样嘛，就是怕掉下来，怕掉下来，然后也是这样。刚才我还特地问你啊，是为什么啊？那么打对针好了，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还请我们的助理小姐把这些苹果加加减减一番。各位观众一定觉得很新鲜哦，每次看我们的题目都非常的困难。是上你早。稍微动动脑筋，不要想那么严肃，就很容易猜对了。因为四组都把他们的王牌请出来，所以他们的苹果数目可以加倍计算。陈伯正也得到苹果了。陈伯正正在跟太太轻声细语，研究下一步该怎么走。对，不帮他赢到机票的话，回家太太会生气哦。各位观众，你还满意这个单元吗？不满意。稍待一会儿，还有更精彩的哦。别忘了，稍待一会儿继续收看《世界真奇妙》。收看世界真奇妙，接下来这个单元我们要介绍的是看海的日子。哦，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我们要介绍一部电影啊。啊，我有那种身材吗？没有关系，电影技术是可以帮助你弥补所有的缺点的。哦，是这样子的，可真谢谢你啊，指点我一条明路啊。其实我们接下来这个单元所要介绍的是法国大西洋沿岸号称最美丽的城市圣马罗。我听说在圣马罗附近有一处自然奇观，在白天的时候它跟陆地相连，到晚上海水涨潮的时候就变成了一座孤岛，是不是这样子？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那里出外景，就是因为拍得太专心了，结果管理员好着急哦，他一直赶我们走，他说你们再不走待会儿就要被关在修道院里面修道了。哦，这样说来你就会有一段真的看海的日子了。说的也是，现在现场的来宾都已经把他们的苹果放出来了，都已经非常有准备了。好，就让我们来看看这段看海的日子。在法国北部大西洋沿岸有个美丽的城市叫做圣马罗，这里的居民自古以来就和海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来到圣马罗的时候，虽然还没有入冬，寒风就已经驱散了街上的人潮。各位观众，圣马罗是法国西北部的一个小城，过去它曾经是海盗盘踞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为度假地区了。每年夏天的时候，这里人潮汹涌，游客不断，但是秋天的圣马罗，海风初起，另有一番曲终人散之后的风味。圣马罗面临英吉利海峡，一直是法国的边塞要地和对外门户，特殊的地理使得一代又一代的探险家、海盗、船主、诗人诞生在这里。1944年8月，盟军登陆，炮火毁灭了这个城市。今天的圣马罗是按照古代传统建筑重新在废墟中站起来的新貌，保留下来的花岗岩、古城墙和重建工程，同样的令人体会出当年建成的艰辛。圣马罗的一切几乎都和海有关，从海鲜到海军学校，圣马罗人输出海的特产闻名于全法国。顺着海岸公路走去，还有一个海陆交接的奇观最令人着迷，那就是神秘的圣米切尔修道院。圣米切尔修道院在第8世纪开始新工，以后一直不断扩建。它耸立在一座花岗岩小岛之上，
1875年提到建筑以前，人们要进入这个修道院需要有无比的诚心和毅力，因为它被阻隔在泥沼和大海之外。退潮的时候，所有的船只就像是没有用的玩具一样被搁浅在岸上。据说放牧在岛边的羊群肉中都带有海的咸味，每当涨潮时，浪涛转眼就可以达到数十公尺之高，难怪它会成为一个与世隔绝的圣地。各位观众，圣米切尔修道院是大地与海洋的结合，它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礼物，而悲屈的人类又用双手完成了奉献的诚心。自从第八世纪以来，它一直保存得还不错，加上它遗世独立的地位，更使得所有来到这里的人觉得好像回到了过去。1000年来，前仆后继的建筑师以接力赛的方式将每个时代的建筑艺术及美感融合其中，代表了长远历史的特征。罗马式的古宅、哥德式的尖顶都在提醒参观者，圣米切尔修道院有着无数辉煌的过去。事实上，这个海面上的岩石小岛本身就是个奇迹，它高出沙面170公尺，坚硬的石头抵挡了海的侵蚀。可是要完成修道院这种艰巨的工程，除了人类的勇气外，还有赖于教堂世俗的信仰力量，当然后人的尽心维修也功不可没。法国政府在这上面投注了相当大的心力，最足以称道的是，本来几乎已经废弃的空中花园在整修之后又展现在世人的眼前。空中花园其实并不大，但是它位于修道院的顶层，难度是花草必须在强烈的海风之下生存。另外这里还有设计典雅的回廊，在曲径幽深之处最能令人发思古之情。修道院的内部使用圆拱形屋顶来撑住沉重的建筑，这是哥德式的特色，但是对于建筑者来说是个噩梦，因为陡峭的斜坡及石造的建材使工程进行相当困难。这里有中古时期留下的器具，比我还要高一倍呢。这个挺复杂的木轮更为巨大，叫人猜不透它是做什么用的。各位观众，圣米切尔修道院非常的大，里面是一间又一间的石屋子。这里呢有一个木头做的轮子，看起来非常的奇怪。现在我就想请您猜猜看，这个木轮子在中古时期是做什么用的呢？这个木轮子在中古时期是做什么用的呢？请你们好好的想一想吧。刚刚第二题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简单，所以说应该现在应该非常有信心了，所以这一题也应该非可以好好的答一答。那个木头做的轮子真的可以保持这么久啊？其实我们看到的那个木轮子是1810年的时候重新根据原来的形式建造的，所以我们要问的是它最初的用途。我们要请各位出示答案喽。蛋导演他们这一组的答案，运水。能不能说明一下呢？运什么水呢？就是从那个地下把水抽上来，从地下把水抽上来。哦，因为我想它故道里面没有河流之类的，没有淡水，那所以就抽取地下水，给养整个的修道院的。不是说从里面抽出来。哦，那是抽取地下水喽。好，听起来是很有道理了，非常有学问。我们来看看陈伯正、詹玉琴这一组。搬石头，搬石头，为什么呢？因为它整个教堂都用花岗岩。造的嘛，那搬石头的话很麻烦，它可能会有绳子啊，用拉的啊转动这样。对，哦，就是用来搬运建造那个教堂的石头。哇，哎，这答案真是，我们请来的特别来宾都好有学问。这个阿西他的外表跟他的肚子里面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柯姐，你太狠毒了吧。我是说你非常的有学问。我们看看刘德叔跟杨凯琪的答案。我觉得是因为是排水用，因为你们刚刚有强调它是
就是水退了之后，那水涨了之后，它是个孤岛嘛。对，对，那可能是那个东西，那个类似水车子的用途啊，用来排水啊，或者是运水那种。对，这方面的用途。哦，他们的答案跟蛋导演那一组基本上是相同的，基本是用法对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们排水，我们排水也有，他们可以用，我没有想过。水车，不过你的答案是排水，他们排水运水都可以用了。他们就是跟水的用水一样的。对，他们现在已经答案都非常的包含的，都可以涵盖很多层面。但是我们还是要以你纸上写的答案为准啊。排水好吧，杨凯奇到时候不可以反悔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小百合的，打水车。那把打化掉是什么意思？没有，我这边有个三角形代表还要。哦，你来不及了，你不给我时间写了。好像在改作文一样。对，这水车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打水吗？对对，用来打水。我记得我们以前在那个农田可以看得到那种打水车，虽然说比较小，但是我想大概差不多。对。好，那到底这个答案是什么呢？有三组的答案都是应该算是水车，只有阿西的答案是跟大家不一样的。我们来看看到底谁的答案才是对的。各位观众，我们请到了修道院的管理员来为您做正确的解答。S'il vous plaît. Alors cette roue était utilisée pour élever le granit pour la construction du Mont Saint-Michel. Merci. 各位观众，现在就让我来告诉您木轮的功用。原来这个大木轮有一段沧桑的往事。当年修道院兴建的时候，每天有六位犯人站在木轮内部，用人力踩动，将粗大的绳子牵往您刚才看过的这个巨大滑板。滑板下可以滚动的圆木就再由显波上下，把建筑用的石块一个个运上来。各位观众，这个木轮原来是用来搬运建修道院的石头，您猜对了吗？还有我们的正确答案是用来搬运修建这个修道院的石头。我说了吧，阿西的外表跟内部是不一样的。告诉我们，凭哪一点猜出这个答案的呢？凭我的智商。陈伯正，你可以改名叫做陈博士了。他的智商在这个题目当中充分表现出来了。对，我们现在就要请助理小姐把另外三组打水车的苹果收起来了。当然也不忘了给陈博士加上三个苹果。现在我们蛋导演这一组跟陈伯正这一组的比数非常的接近了。那可怜的杨凯奇跟刘德淑，他们已经不在意了。还有一个金苹果，没有关系。下面这个单元可就是决胜负的时候，你可不要错过哦。稍待一会儿，请您继续收看《世界真奇妙》。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世界真奇妙》最后一个单元。在这个单元里面，四组的来宾可要好好的把握了。刚才虽然是蛋导演那一组暂时领先，但是他们的比数跟陈伯正这一组非常的接近。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到底放出了几个苹果，到底是谁会胜利呢？看了就知道了。在最后一个单元里面，我们要介绍的是德国的大学城海德堡。海德堡大学的哲学跟法律是非常著名的，在那边的学生酒馆每一间都有百年的历史，尤其是你坐的椅子上面，说不定就是很多有名的人他们年轻时候的题字，像雪莱啊、济慈啊、歌德等等。哇，都是大文学家。不过我听说海德堡最有名的应该是啤酒、音乐还有恋爱。那的确是一个非常富有罗曼蒂克的城市。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就让我们一起来共享这个温馨的片段吧。这是一座格调古风的城市，位于内卡河畔，王宫废墟烘托整个老城，融合成和谐的景色。浪漫主义的艺术家在这里寻找到他的根源。所有这儿追求的生活情趣、人文的品味以及他所保有的极衡，无不令人陶醉。
这里就是著名的海德堡，它不但拥有悠久的历史，而且还到处充满文化气质，很多人都用音乐、啤酒、恋爱来形容这个地方，由此你就可知道它有多么浪漫了。这个地方的名胜古迹很多，景色也是如诗似画的，就让我们一起来慢慢浏览吧。古堡样式的屋宅坐落在花园跟树林之间，这种建筑风格往后展开整片山路小丘。越过内卡河，当地人所谓的老桥，实际上在旧桥被冰块冲坏之后已经是第五次重建了，那是1786到1788年之间的事。在桥上看水鸟啄食，感觉到跟自然多么的切合相亲。一对对情侣旁若无人的自在，好像为了宣称海德堡的恋爱传统。古堡在特别的假日里，我们很容易被淹没在慕名而来的参观者里头。墙上有日晷仪，我们很怀疑在一年之中究竟有多少晴天能派上用场。海德堡目前有27000多个大学生，小酒馆里可以搜寻此地的传统。我们跟观光客一道传递大杯啤酒喝。从14世纪创校的海德堡大学，学生一直是这座城市的主体。即兴的老琴手为我们弹出东方韵味的曲调。酒馆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也许你会不经意发现响大名的校友刻字。坐落山腰的选帝侯王宫，如今是保存壮观轮廓的废墟。从13世纪起，帝侯们在此生活了500年，直到法国路易14认为他的弟弟有权继承这里的王位，兴兵攻占。1693年，王宫被彻底摧毁，皇族间的野心征伐，差一点使他沦为采石场。选择王宫内院逛逛，在导游的解说下需要整整一小时才弄得清楚来龙去脉。我们开始对石墙上的圆形孔洞感到好奇。各位观众，在海德堡的城墙上面，我们常常可以发现有很多像这样子的小洞。在建筑上，你能猜出它是做什么用的吗？在墙壁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圆形的孔洞。在建筑上面，你能够猜出它是做什么用的吗？大家想想看，这个题目蛮难的。对，不过陈伯正可拿手了。对，只要牵涉到建筑的东西，他都非常在行。我们来看一看蛋导演吕思智这一组，钉钉子，钉什么钉子？跟我们解说一下吧。就是说因为它那个很陡峭，没有办法运东西，或者是走路，或者是这个就是说走到上面去，所以它钉了钉子以后可以攀附。所以他就说你利用就像那个登山一样，登山的作用。对，所以它那个圆洞就是来钉钉子，就是穿东西进去，穿东西进去，然后就是人可以根据这个钉子所一路往上，一路往上攀登，然后或者是
运东西或者是走人都可以，都可以运人跟运东西。所以那些圆洞就是钉子所遗留下来的痕迹。对，好，哇，我们来看看陈伯正的答案。十块的排水孔，果然是不同凡响。刚才大家都写水，现在换你写水吗？可不可以我们解释一下？因为刚刚讲到日晷仪的时候说那边难得有几天晴天，可能用不上，对，所以那边气候可能很潮湿。那房子既然是用石头建造的，石头本身会吸水，那这样子室内就会很潮湿，所以它就凿个洞，让它水能够流出来的。哇，讲解的这么详细，他每次答案都让我觉得自叹弗如。在录完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之后，陈伯正回去可以开盖古堡了。我们来看看杨凯及刘德淑的答案。一鱼攀登。我们觉得是可能他在盖的时候呢，一层一层上去，他们这个有那个洞一鱼攀登，然后帮助那种建筑。洞怎么攀登？那个圆形的孔洞怎么去攀登？这么小啊？是那么小的啊？解说了。我们刚以为是，他刚造，我们以为是这么大一个洞。没有。对了，想不出来。我再补充一下，是要钉钉子上去，然后这样钉一个长的那个钉子嘛，木钉子啊，或者是石钉子，然后攀上去。所以那个是跟邓导演一样，是钉子所遗留下来的痕迹。马上就补充了，杨凯琪现在反应很快了，没希望了。我们是刘博士跟杨博士。看看这一组答案。我们有想了两个答案，一个就是排水，但是我想排水孔应该没有那么大哦。那所以我们在想第二个，就是大概就是可以攀登用的。可以攀登，对，就像那个爬那个电线杆也是这种道理嘛，要把那个很大一根钉子穿到那个洞里面，然后人就跟着攀，踩着上去，一根一根的爬上去。哦，是用来攀登的。所以基本上他们的原理都是一样，用来攀登的。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就知道了。各位观众，现在我就请一个当地的居民来告诉您正确的答案。Dass man, wie man das gebaut hat, die schweren Steine hochgehoben hat. 老先生说，这些石块上的孔洞，在起造的时候，为了用起重的钩子夹着上下吊而留下的，也是欧洲石材建筑的传统之一。也许整齐划一本身就是美，所以没有建筑家想掩饰它们。您猜对了吗？哇，很抱歉，这个答案没有一个人猜对。圆形的孔洞就是在起造的时候用夹子把它夹起来，然后可以把那个石块很轻松运起来，所以遗留下来的痕迹，所以不是为了攀登，也不是陈伯正所说的是排水口。虽然他的答案还是很独特，可惜是错了。对，所以说没有人猜对，我们请我们的助理小姐把苹果收拾一下吧。我们看看，因为在这个单元里面大家都放手一搏，所以我们现在只剩下蛋导演这一组，还有所以说所以在今天我们节目得到最后的胜利的是蛋探章还有吕思智，我们恭喜他们。他们最主可以得到由国泰航空公司所提供的从台北到伦敦的来回机票一张，同时还可以享受到由良友旅行社所提供的4天3夜免费住宿，还包括早餐。非常非常恭喜蛋导演他们这一组。谢谢你们两个，决定一下谁到伦敦去吧。不要打架哦。各位观众，今天每一组的表现都很杰出，非常的精彩。我们非常感谢四组特别来宾的参加，同时更感谢的是您的收看。请不要忘记下星期二同一时间世界真奇妙，再见。